大家好，今天是1月11日，是这个1月第二个是礼拜的交易日。今天呢，我是有些错误了的，以为呢是941呢，在今天美国临拉美收市才可以有得是最后交易，原来不是，上个礼拜五已经是了。所以就想着今天呢还想着介绍941去买，然后就搏它呢，就是翻鬼佬沽完之后就会弹上，咁啊都唔使介绍啦，已经弹咗啦，弹咗就无谓讲啦，系咪啊？咁即系有关嘅系睇法咧，系嘅喺我今日嘅文章入边系讲咗嘅，不过时间上面咧就错咗一日啦，咁啊唔可以由呢个本来系由呢个系40蚊、30几蚊赚到去即系44蚊到呢个阶段，嗱不过去到40几蚊到咧，44蚊到咁上下咧，又可能又差唔多噶咯喎，吓。即係要記住一樣嘢，跟住之後就會有後遺症嘅後遺症咧，就因為你見到啦，哇！連盈富基金都話唔可以再買941喎，咁啊，再跟住咧就之後仲可能要沽出喎，咁咧就可能去到點咧？去到呢個今年嘅係即係11月度啊，好似就等出佢要11月最後沽曬嘅。咁若然係咁咧，其他好多嘅指數咧、期貨等等樣。又不可以有这个是有牵涉到的941，又不可以有这个衍生工具了。那因此这件事是应该对整个市场有很多的混乱的。混乱成怎样我不知道。因为我不知道是其他衍生工具所有的揸沽双方他们的位，即是他们的量是多少。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就很简单，我就稍微就是吞一吞。吞一吞就點啦？凡可能同盈富基金有嘢嘅，凡啊同呢種樣嘢有嘢嘅，都吞一吞。吞到點啊？同冇嘢嘅就得咯，係咪啊？例如啊，即係維他奶。嗱，我唔係叫大家要買維他奶，咁維他奶冇關係啊嘛。你唔好話維他奶軍工股啊，係咪啊？啊，咁啊喺呢點咧，就希望咧，即係大家亦都可能要睇睇呢樣嘢。嗱，咁因此咧。这个礼拜恒生指数呢是可以一个很危险也可以一个很乐观的阶段，那我又缩骨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东西变化的话呢，你不知道其他的人特别大户他们的仓会怎么动法怎么走法，那我只有一样东西，若然是恒生指数期货看看这个位置 OK 的，现在是200多、200多，这个之前已经一个礼拜之前估计会去的了，没问题。再跟着如果去的就去20900咯，但是问题如果我又不知道它跌不跌嘛，所以它跌回来27000左右的27750，我就这个买回它。但是最重要记住，一跌穿了27122一定要止蝕，因為個市可能係變樣，個市可能變樣，可能變樣嘅就包括咩？小米啊，唔係小米啊，著中芯國際等等等等，呢啲都受影響啊嘛。咁你一定要等到點啊？等到1月20號拜登上場之後，佢點睇咯？特別喺美國，蓬佩奧佢而家嘅竟然講話，依個即係等等咧。取消曬所有以前限制同台灣嘅係聯繫，外交上聯繫。即使咩啊？即使係撤銷咗中美聯合公佈，美國又一次不再守條約信約，撤出咗呢個中美聯合公佈，單方面取消。你認為阿爺會唔會有呢個係行動啊？嗱，我估計會有咯。是不是？所以在这里面，唉，开始风高浪急，政治上，唯一一件事是怎样呢？就是学下诸葛亮，躬耕南洋，但求炒小股于乱世，不求揸大股于今时。凡是可以有所谓风眼股的，吞一吞。咁好多細股仔可以睇頭噶嘛？今日咧
有啲朋友嚟問咗啲，我又揀啲啲細股仔，大家諗諗睇睇。好啦，咁啊，恆生指數期貨好簡單啦，冇法子啦嚇，而家升咗上嚟啊，真正好好噶，你升咗之後，如果冇順風順水嘅話，真係上去升穿29000嘅話，真係同你望就係30000同埋依個37000噶啦。呢、這個如何點講就已經講完啦嚇，我已經唔再講。好啦，揾一隻咧就係、是、細到咧。冇人有，冇人会留意，即系一个香港嘅老牌工业股，叫金山工业。佢做电池嘅，亦即系其实做好多汽车相关嘅零部件嘅。咁呢几日你见到佢都有资金流入嘅，呢一日咧系流得好多，流入好多，即系呢度咧都唔少嘅。咁因此，我哋睇睇佢一个周线图。一年嘅，啊，佢冇乜派息，更冇派息啦。啲人唔睬佢，只能佢而家開始咧就去咗呢個布利加通道嘅上通道，去到呢度啦。日線圖上面咧仲好啲，咁所以喺呢點入邊嚟講，我守住呢個嘅係中軸，作為做一個嘅係指示價，咁啊大致上即係6.1啊、5.9啊呢一位啦。因為點解我計6.1咧？慢慢我希望搞上去啊嘛，咁啊會升多咗咯，唔係再5.9咯。咁上面我望佢點咧？7.5啦。咁仲有一個咧，就係佢可以仲高啲，可以去到8.5嘅。咁呢個冇乜所謂啦，係咪啊？如果你能夠依個6毫子買咗，升到去7.5嘅，咁啊即係賺咗1/6嘅噃，1/6，咁啊差唔多都多過 10% 啦嚇。另一隻又好老牌嘅，叫德昌電機控股。做微型马达，一架汽车传统嘅汽车入边系有150几个微型马达嘅。咁你如果若然第时电动车嘅话，你真系都唔少得咁多。咁因此，你啲车重新再做过晒之后，你就将会咧亦都系多咗嘅。嗱，佢咧之前咧去到60蚊，佢遇到最惨嘅就个铜价嘅问题。咁銅價升咗冇法子啦，升嘅就依個菜鵝嘴，即係菜鵝嘴咧多嚟多去，貴嚟貴去啦咁樣。佢而家曾經去到咧係20.05，跌到落去19.3，咁而家又喺呢度就開始呢個周線圖上嘅日線圖上面咧已經喐喐咁，就希望佢再跟住彈上去，唔係太多，因為佢呢個咧，我哋而家講緊嘅係一個所謂嘅係呢個嘅係。舊工業股嘅復甦，若然舊工業股復甦嘅話，德昌電機佢曾經之前高過咧，去到30蚊嘅。咁我哋而家好簡單啦，當佢即係21蚊啦，至到30蚊之間，我唔知佢邊度咧可以係完咗佢嘅升勢。不過如果呢個真正所謂嘅係舊工業股復甦嘅話，呢、這個係應該係值得睇嘅，因為咧管理好啊，應該可以去考慮一下。咁啊，息率咧就冇乜所谓啦，息率就即系可以即系同依个等等银行差唔多啦。啊，嗱，佢开始咧就升穿咗保利卡通道嘅中轴，希望就望上呢度咯。呢一度系点咧？上面咧就20.05，即系大约20蚊度啦。都话再升咧就系即系之前嗰啲价位啦。中国有色矿业呢、這个好简单，又系买资源股，啊资源股。上個禮拜好資金流入，咦？今日咧仲係有少少資金流出，流完入之後流出，咁係咪跟住之後要流出咧？抑或再跟住仲有再啲再補入去咧？咁呢個就要睇睇啦。喺周線圖上面咧係幾好樣嘅，一路沿住保利加通道嘅上中軸一路嘅，呢個調整咗再上升上去，咁可能仲會有1-2個禮拜咧係上升嘅可能性。咁呢個所以咧喺呢個係今日咧。彈升嘅比較多，呢幾日咧資金係比較活躍咗嘅。上面咧望佢係3蚊度啦，咁如果你去到2.3買到嘅話，就指示2.1，咁就用呢個係2毫子就博佢大約係700毫子啦咁樣。呢個係呢個月線圖，係呢個唔係呢個係日線圖。你見到嘅日揸頸，突然間擴張啦，咁擴張希望都唔會擴張得。2日啩，多少少啊，啊，咁所以咧，記住，凡係見到揸頸咁擴張嘅話，咁啊喺呢點其實咧，你唔需要去到呢度嘅，去到呢度呢日咧，不過
嗰日我冇介紹到啦嚇，對唔住啦嚇。咁呢度咧，你要見到擴張到之後，同埋呢個線咧係上微微上上去，咁呢個就 OK 啦。重氣，如果舊經濟係復甦嘅話，卡車點解唔會好呢？因此喺周線圖上面，佢呢一兩個禮拜係上保利加通道嗰度啊。嗱，呢個又開始揸頸嘅，呢度又揸頸，咁就擴展咗上去啦。咁如果佢呢度揸頸，會唔會再彈上去呢？揸頸得好明顯啦。啊，嗱，呢度一揸頸咧就跌咗落嚟啊嘛。咁即係呢度咧揸頸咧就好明顯係升咗上去。咁希望升咧就唔係升一日兩日，係升三四五六七八日。咁希望可以大家就做得到，見到23至25蚊。買賣的策略是約莫在這裡，不錯的，都有兩厘幾息的， PE 是第一十倍到，又不是太貴，那因兩厘幾息又是好過等在銀行。好了，這個是兩個月的線圖。那麼講到交通銀行了，交通銀行呢，這個3328，那麼這幾天都有些資金流入，去到這裡都是升穿保利加通道的中軸，因此呢它會再向上一點的目標位，不可以看很多，但是看4.3至4.5左右，現在它大約是4.2毫多，大約是幾毫子的東西，就希望呢調整一下你才可以吸入。這裡就是這樣做了。銀行股沒錯，是有一樣東西是阿爺呢是比它好一點的日子過，不過都係仲係要有啲時間。市盈率3倍幾4倍，息率有8厘，哇，同中移動差唔多嘅啫。咁喺呢點入邊咧，再跟住加埋，會係喺10月度開始有業績公佈咧，就開始好啦。希望可以好。跟住咧，3329。329今日流出的資金頗多的，不過這個是我推介的股票。為什麼今天這麼多錢走？現在只去到11點了，走錢的速度是快過這些以前的。為什麼是這樣呢？在周線圖上面它彈升了這麼多，是市盈率是6倍，這個 PE 這個息率有7點幾。好了，日線圖上面仲嚇死你，一升升咗10幾%，資金好多係等等樣嘢。咁之後咧，今個日嚟嘅時候，你大家睇到資金流走係幾多嘅，成交多，即係資金流走多。嗱，呢個咧係兩個月嘅，呢個係揸頸，突然間爆升。好啦，點解講要推介呢個？嘉欣國際今日公布盈起，大約佢話升咗60%度。原因咧，因為佢係喺依個今年嘅下半年度咧，多咗買賣依個新經濟股。嗱，咁要睇啦。嘉欣國際喺佢證券嘅係經紀，同埋做證券嘅交易為主嘅。佢同交通銀行係唔同，嘉欣銀行係3328。它是3329，咁喺呢一度咧，之前我哋都講過，2021年中國嘅證券業咧係應該可以望一個好嘅環境發展嘅，亦都多咗生意做嘅。咁佢已經話俾你知啦，佢已經受惠咗。咁照計呢個受惠程度，冇你之後就咁樣，嘟一聲，由於你公布業績完之後就停咗噶嘛，你改革咗啊嘛，你做多咗嘢啊嘛，你個管理層係個思維有啲轉變啊嘛，係咪啊？咁我就會只有相信咧，佢係呢批人係一批有能力嘅團隊嘅時之中，佢哋跟住將會一定係會點咧？係乘勝追擊。我不要求他再連是攻打連城8-5里，你只要繼續你這個速度
緩步前進，係咪？啊，上半年又行多50里，下半年又再行多50里，明年又再行多150里，咁你會慢慢好咯。咁我而家只係睇佢點咧，就博佢有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你已經有一個環境，大環境係俾你做，而你又開始真正似乎識得執金喎。如果唔執金嘅話，你業盈利點會升咗60几%咧？咁因此，我就會覺得我會俾少少希望佢。咁好簡單啫，蚊領啫，蚊領嘅時之中。咁我又唔係望得好多嘅，望蚊二啊、蚊五啊咁，咁大致上都慢20%啊，至到去即係50%到咯。咁我覺得喺個整個大環境等等樣嘢好嘅話，就會對佢有利。嗱，呢個咧亦都唔係美國佬要打壓嘅嘢。好啦，之前有啲虛價有成嘅話，咁啊有兩隻咧。雖然之後係升翻，不過喺當時嘅指示價位一定係指示咗嘅，咁就冇得好傾啦嚇。咁啊，再跟住咧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呢啲其他答觀眾問題，我又再講啦。呢度咧，譬如呢個12月3日嘅，聽日咧就唔見咗噶啦，因為咧係每10日就會係推走咗之前第11日嗰、那個。咁如果大家想去睇睇你嘅股票嘅話，你可以上嚟呢一度問睇睇。在2个星期之内，当然市场变得很快脆，是不是？这个我也不知道怎样，去到这里怎么看，譬如好像在这里这样说，这里1月8号的，那就说中移动可以想想，想想，那看到45元，那今天最高好像不知道去到44.9吧，那我觉得够了吧，那短期支持38，那曾经跌穿过的，那就上回来。咁啊，其他啲咧，例如魚翅等等等等樣嘢都係。咁啊，京東健康嘅話就好簡單啦。咁啊，即係曾經去到呢度嘅時候，目標價1485，我唔知而家到未啦，大家睇睇啦，好唔好啊？咁喺呢點入邊咧，都係大家俾一個參考嘅啫。咁啊，市場咧經常會轉變，大家真係要執生嘅。好，咁其他一路咧，每度都有落去。今日咧就係講過有金山工業、德昌電機等等等等，交通銀行。至於個交銀國際咧，就唔係喺呢一度嘅，因為嗰就係我推介嘅。咁嗰就推介嘅咧，就喺另外呢一度嘅，係推介股票嘅記錄。未有今日未有落上去，遲啲啦。遲啲就應該會再落埋噶啦。好，好多謝大家。